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，如这个图了哈 ，L 这个方程式哈，是这个 y 等于二 x， 斜率等于二。那 M 哈，这个方程式的话呢，是 y 等于二分之 x， 斜率等于二分之一。好，那么他说哈，在 L 上面呢取一点 A 啦，向右呢平移哈一单位，哦，这是一单位，到达低点，过低点哈，做y 轴的平行线哈，交 M 与 C 点，然后呢以 AD 哈这个两边做长方形啊，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长方形。那么他问说哈，如果 A 点的坐标是 y 坐标如果是6的话，哦，就是说他 A 点的哈 y 坐标如果是6的话，那么他问哈 C 点坐标，好，啊这条直线哈是 y 等于 2x 嘛，那 y 坐标6的话 ，x 坐标就是3了，哦，就是3。好，那么他现在求 C 点坐标。好，那因为它是往右边呢平移呢一公分嘛，所以你的坐标要加一，所以是46了。那现在的话哈，这一点哈，它一个坐标哈跟它一样的，哦，就水平哈坐标跟它一样，所以它一个坐标是4。那这一点呢，它在这条直线上，你一个坐标是4的话 ，y 坐标呢就是等于2。所以这题哈，答案是等于42。